踩点是吗？Hello， 下午好。哎，各位都很准时啊。欢迎大家收看《表弟好主意》现场烹饪节目啊！来，请帮我们互动啊！收请点赞、分享。Lam Ga Man， 谢谢你的75个欣赏。谢谢。啊。请分享我们视频啊，谢谢你们，或者打声招呼啊。今天三道菜都没有煮过啊。啊，今天三道菜都没有煮过啊，就是分别有吗？绿子鸡啊，的鸡盖，还有个什么？啊？什么白白菜？什么白菜？醋溜白菜。什么叫醋溜白菜？放醋了是吧？放醋炒了来。还有个三杯鱼啊，三杯鸡吃过了吗？三杯鱼没吃过。头发有洗一下，水一下。嗯，卖一下，不然说变帅了，直接帅一点啊。来 ，Coco， 谢谢 Like and Share 50个金赏。谢谢 Coco。来，继续帮我们分享啊 ，Thank you very much 啊。来，我们说现在油热啊，我这腊鸡盖啊，这个是我用半只鸡啊。OK， 半只鸡，你做了什么？处理了什么？没有？没有，就放一茶点的黑酱油也。OK， 我们只是放一点黑酱油啊，擦在身上。一点是多少？半茶匙还是一茶匙？一点就是给擦颜色而已啦，就普通我们都是这样来擦的啊。OK， 我们的鸡啊是半只啊，我们只是稍微擦一点那个黑酱油吧，炸颜色而已。擦一点黑酱油在它的皮上，主要是炸颜色啊，上色重要啊。它的作用是上色啊。哎，傍晚好，我们现在做这栗子鸡啊。这个鸡我们用半只鸡啊，那外面很多栗子鸡都是拿来焖的，把栗子拿来焖。好，那个腊鸡我已经是有浸泡了超过两个小时了的。啊，我们的栗子放了两个小时，这里多少根？这里是一包应该是50根吧。来，这里一包大概50根吗？应该100根吧。100根还是50根？100根。这里10块啊，10多块。有称没有？不要去称。我没有去注意到。OK， 我们半只鸡啊。刚刚放那个黑酱油啊，抹在它的皮上啊，然后来炸一下，炸一下炸颜色，主要上色啊，不是要让它熟啊。来，欢迎欢迎啊啊，请帮我们分享啊，请留言啊，请点赞，或者给爱心啊。今天确诊人数1161宗啊，哇，十一千 ，sorry 不是1100，看错了。11618宗啊！而且我们在那边挑战，我们现在千亿级开机了，听到 ？Kim Ling Yong，Thank you， 来75个欣赏，谢谢你。OK， 我们栗子啊，我们先做栗子啊，等一下我们再做三杯鸡啊，再三杯鱼。OK， 这里大概是100克的栗子啊，一定要有栗子啊，老菜了啦，年轻人几乎都不吃这样菜了。外面的栗子鸡是来焖的，整个放。那、你要怎么做？这个是。这个好像是腊鸡鸭嘛，栗子鸭这样做法了。来，表弟批评外面人是用来焖的，不是批评，很多种做法。哦，怎么？像我们这种做法就比较很多人很少做。所以为什么一直叫我做栗子鸡，我不做，就是因为多工。其实要一只鸡的来塞进去它肚子里面，拿去腊鸡焖。哦，真正是要一只鸡塞进它的肚子里面啊。真正的栗子鸡啊。周末你不要做一只鸡啊。哎呀，今天家人都没有啦，回来不在。切一半，然后拿去。我现在做半只了。拿去给你的员工吃吗？哦，那第二天，其实第二天吃更美味啊。啊，来再炸一下就好了啦。来，我们这里开锅。来，热锅来。热锅。来，下午好，继续帮我们分享，我要与我们互动啊，打声招呼啊。来，下油啊，热锅下油。啊，这里姜片、蒜米一粒一粒的。OK， 我们有姜片啊，这里3到4片啊，然后蒜米。一半、两半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磅的蒜米啊，葱头仔，7粒的葱头仔啊，没有，大概是这样了啊。这是洋葱片来的是吧？嗯，洋葱片它放几天嘛？没有，洋葱其实它那个昨天剩下的。哦，剩下的啦，就是葱头仔7、8粒啦，姜片4片啊 ，OK。10磅的那个蒜米啊，
来，今天半锅收到了，谢谢你表弟，来我新加坡，来 Jenny， 谢谢你、啊，谢谢支持啊、哦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哎，大家下午好啊！来，谢谢支持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嗯，这个我自己种的。种什么？那是什么呀？哎，那边有一包冬菇，有冬菇吗？鲜菇啊，有没有 ？Is this a chestnut chicken? Yes. Yeah. OK， 我们就说。卤鸡盖。我们就把这个放下去。好嘛。来，葱头仔、姜，还有蒜米啊，一起爆香啊。闷下去。哎，请问你是用干的那个栗子吗？对，干的那个。对 ，chestnut， yes。我们刚才浸泡多个小时，刚才。两个小时。啊，我们啊浸泡了两个小时啊，正水两个小时啊。来，那你 cook this 啊 ，OK， 炸好了，我们来洗一洗啊，因为有很多油啊，洗一洗去。那你可以放一些菇下去啊、哦，蘑菇，你可以掺点蘑菇下去也可以，嗯、啊，鲜菇或者冬菇也可以掺一点下去。OK， 好。所以你这个方法也是焖的对吗？焖的，焖的。那我们今天我们是要像你的做法跟一般人的做法一样哦？不一样，没有，要不然，一般人是拿砍一块一块小鸡的，那个小块丁啊。啊，但是你是整只的啦、啊。对。来100克的栗子放进去炒啊，一起爆香。好，来我放酒了，来一个汤匙的料酒，料酒一个汤匙，表弟谢谢你，烤箱收到了，在新加坡，来谢谢，我在新加坡陆续有了呀，来多少？半汤匙的，半个汤匙的老抽黑酱油，半个汤匙啊。金鸡球，谢谢你75欣赏。一个汤匙的蚝油，蚝油一个汤匙，哇，看到了。哎，请留手啊，我们加入水，热水多少？哦，因为要拿去气压锅焖的，我放600ml。来，600ml 的热水啊，我们要放气压锅啊。哦，聊黑一点 ，OK 了。来，这几天都旺旺生了，怕怕啊，注意安全啊。来，我们刚才放600ml 的那个热水啊，请问旁边那个黑锅啊是 garnet 什么 stone wok 啊？什么？你讲这个隔壁那个啊？啊，不是，那个是我们黑金杠。嗯，这个是，这是什么？合金釜。这个牛，这个是肾，血贵肾头肾尾的菇 啊。你可以放菇啦，我们肾头肾尾的菇放进去了。来，栗子要煮过吗？不用啊。要穿放汤放汤锅。我们穿烫啊。你不是浸水吗？浸水两个小时，然后穿烫它。啊，浸水两个小时啊，穿烫那个栗子啊，我们是干的栗子啊。Hello, good evening, 表弟师傅 and handsome Mickey， 来 ，Thank you， 穿上来啊。啊，疫情很严重啊，你快去打针啊。来，我再放啊，这个半汤匙的。Hoisin sauce。要猪油酱。啊，猪油酱，兄弟。醋猴 paste 啊，我们用醋猴酱啊，一个汤匙的。总之你焖肉啊，都是放这个醋猴酱，一个汤匙就好。来，我们这个我用了。来，今天我做南鱼猪肉啊，给我的跟秋的拿。哇 ，love it，thanks to 表弟啊 ，thank you 啊。Welcome， 哎，表弟你好，跟你学煮菜呀、啊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哎。现在我用气压锅焖它哦。来，表弟啊 ，after soaking 啊，didn't deep fry the chestnut before。我们刚才是来穿烫那个栗子 啊，然后再来炒啊。因为时间上关系，我就。刚进来，请问锅里放什么料？我们放那个葱头仔、姜片，还有蒜米啊，爆香煎，然后再放100克的栗子啊，然后放。放一点水，那个水是600ml 啊，有放蚝油啊，有放那个老抽啊，料酒咯，然后再把鸡放进去啊。放两茶匙的糖，两茶匙的糖。
两茶匙的糖。嗯 ，OK， 两茶匙的糖。胡椒粉，来撒一点胡椒粉啊。表弟米奇，大家盼望好，已经分享了，今天煮好料啊，太好了，来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所以我们要放快包来包啊，快一点啊。请问去哪里可以买的鸡？我们是 Beacon 啊，你要买鸡的话，你可以询问啊，他的电话码你可以 screenshot 下啊 ，Beacon Chicken.com， 你可以 online 买啊。OK， 所以我们来放在气压快包了，要买方。你水分啊 ，OK， 然后就盖着它。Candy Fun， 谢谢 Like and Share 100个欣赏，来谢谢你。啊，表弟每次叫我，谢谢表弟每次都会满足粉丝的要求啊，谢谢。啊，公开的分享了 ，Thank you。对，这个是做半只啦，如果是一只就塞在肚子里面，那个料是塞进去肚子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做了这个呢，我们就做第二道菜。表弟，我上西摩诺网站注册无人地啊，网站告诉我们那些不能得到六个月的无人地，哪里出错了？马来西亚不可以啊！啊，你啊，新你私信马来西亚可以，怎么不能你？你私信他，新加坡就不能，因为他是马来西亚的 app 来的。啊，你私信他，然后你 screenshot 给他看就可以了。来，绿子终于有收成了，哈哈。昨天中了，今天呀、yeah， 万万声啊，天天啊，还是守着表弟的直播最好，不要啪啪照啊。哎，请问上个星期啊，那个 Max K Cleaner 啊，几时会收到呢？哎，陆续送了了，我就是，现在大家要明白了，现在是 MCO 啊，他们的warehouse 啊，也不可以一下子，就是他们各天做东西哦。来的这个拉油 ，no 拉油啊，我们 deep fry 啊 ，deep fry 的 skin 啊，我们就是用来油炸啊。来，可以看一下料酒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我们有姜葱料酒 ，OK， 还有一个是普通的料酒。啊，普通的料酒，当然姜葱料酒是多了一个姜葱味啊。来，表弟会做日本牛冻吗？哇，最早吃料来做啊，那叫维拉做了，因为日本。没有，你深夜厨房要到你了吗？深夜厨房 啊，是你做了吗？你 handle 了？我拜五想要做那个。拜六不是拜五嘞。啊，拜五你做你的甜品啊！哦，做甜品。啊，拜六你做牛冻啊！拜五我想要做那个豆腐花。啊，豆腐花啊！哇，你会做吗？会。表演也来嘞。我学过了，学过。哎，表弟米奇朋友好，谢谢你，我买的火锅的锅啊，我拿到了，谢谢。谢谢，哎，火锅的锅很美啊，很好哦。下午我的 Shopee 啊，我的 Shopee， 你去看一下表弟好主意 Shopee， 只是。外面咁多，咁你唔可以问陈总嘅，唔够咩？来，下午好，没有工作要学烧鸡饭啊，开档啊，做真的吗？啊，私信我，几乎天天催你啊，你还是不要做。啊 ，OK， 来，由于你比较 urgent 啊，我们把你的 waiting list 排第一了啦。啊，或许明天呢、啊，做烧鸡饭可以吗？明天啊？啊，我要烧鸡饭哦。啊，人家有心要学你的技术。好了，明天做烧鸡饭。啊，你看我把你的 waiting list 排第一了。OK， 明天就做烧鸡饭啊，因为你要开档啊，做小饭啊，这是非常鼓励的啊。OK， 今天我们要炸这个。表弟 finally 有空的 chestnut chicken 了。OK， 这水滚了哦。来，水滚。多久？我们要两个小时焖，要两个小时焖到鸡肉啊够软啊。12分钟 ，12 minutes， 帮我们计算啦、啊，现在开始计算12分钟啊。那么如果你是普通锅的话，就 2 hour， 两个小时啊。OK。煮了栗子鸡可以煮黄鸡吗？来等待这，再等待啊。我也是注册不到多半年的温蒂啊，为什么呢？来，你私信表弟、啊。私信我们有个 skill 了。哎 ，Mickey， 那个。哎，你们可以去那 website 啊 ，website。你那个 QR 如果你因为它 app 是 QR code 吗？啊，如果你进不到的话，你就去他们的 website 里面 register。Beginning 那个 Simono， 如果新加坡啊 customer have problem 啊 ，how to volunteer 啊 ，send back to Malaysia 啊，你 send 去他的那个 HQ， 他会帮你处理。但是那个所有的那个运费啊，要自己支付啊。啊，我寄回去免费。啊，寄回去。你寄过来，你们自己给啦，一人给一半应该啦啊。来 GG旺，谢谢50个欣赏，谢谢 GG。好，来，现在我们要做这个Mickey 是 good reminder。三杯鱼啊，来三杯鱼，这个是鱼头来的，鱼头啊，鱼头 ，fish head。OK， 说一个鱼头啊，我们放料酒。没哪个三个杯给我。表弟大厨没有剪头发嘞。
没有人跟我减，需要跟我减肥啊？来一个汤匙的料酒啊，稍微是稍微腌一下了啊。来撒一点胡椒粉啊。这个是没有味道的哦，一我们要撒一点胡椒粉啊。请问那些酱料啊，用了过后要放水柜啊？没有，我们是这样子干放的。你看你用，其实都是室温，室温是，其实是匹配放水柜的。但是如果我们、啊、我们怕你们，如果你这样倒啊，这样倒啊，啊这样倒很危险啊！你这样倒了，蒸汽跑进去。哦 ，OK。啊，你就是不就是放在汤匙就好。啊，你就是你要我你看我很少倒，我就在外面倒了，很少这样倒 啊。但是我们常用了、啊，很快就用完它。如果你是说一个酱油用了两三个月、三四个月，你就要放水柜了啊。OK， 建议了啊。今天是妈妈生日，她爱吃纸包鸡啊。来，汪姐姐，祝你妈妈生日快乐啊！你可以叫你妈妈、哎、啊，你可以做纸包鸡给你妈妈看。我们之前有做过纸包鸡啊，你可以跟表弟拿令啊。如果你找不到的话，嗯，来，你其实好有说服力啊，说服力还是说服力？我们放一点糖、啊。来，感恩啊，表弟。你来，我们撒一点糖啊，糖是多少？啊，半茶匙，半茶匙的、啊。半茶匙的糖，然后鸡精粉也是半茶匙啊。我们有跟他，我们是腌还是炸的哈？来，表弟，细家末有那个宝康鸡的代理，我有机会品尝宝康鸡了。Yo, yes, got roast chicken tomorrow show。来，你要放蛋了吗？我看不要放蛋也是可以啊，还没有放蛋，他只是放目前只是放料酒啊，放胡椒粉，然后半茶匙的盐，半茶匙的糖，然后一粒蛋，一个蛋啊。表弟身体很好啊，好人一生平安啊。谢谢，谢谢表弟，明天又可以学新的鸡了，鸡的食谱、啊。烧鸡有煮过了吗？哎，我也要学烧鸡饭呢。烧鸡饭我早上要，就是我因为烧鸡我要做两次嘞。烧鸡有做过了，我要做两次，就是我第一次要去买鸡来弄那个色素啊。Okay. 我们换点盐啊。来 ，do 啊 ，piece of sauce， 半茶匙的盐，半茶匙的盐啊。To deep fry the chicken, need to brush with the dark soy sauce. Yes. 还有黑酱油也可以。我们有放黑酱油啊。黑酱油一点点啊，或者是酱青也可以。酱青也可以的。可是你要查它颜色啊。来，请问用鸭可以吗？可以啊，鸭也可以这样做。啊、其实辣子鸭嘛，辣子栗子鸭。来，这个是什么鱼？我是用栗子鸭的 concept 去煮这个栗子鸡啊。啊，这是什么鱼？这个鱼石斑鱼头来的了。我们是石斑鱼头啊。Grouper fish， 这个叫 grouper fish。Hey, 来，米奇真好人，来，谢谢你们来。来，我们放木薯粉。对。啊，半个汤匙左右啊。要放不啊？就是我放两汤匙的、啊。来、啊、两，我们放两个汤匙的木薯粉啊。表弟米奇，我是你的忠实粉丝，也要开档了啊！有什么最好写啊？最好卖啊？你去炒西洋龟掉了，我的西洋龟掉。拉西罗曼最好卖、啊。拉西罗曼了。微辣的拉西罗曼是最好卖啊！你要跟我们，你要煮到像的，你要去。你一定要自己要哎，煮东西这样的，你做小贩不要只是因为做而做，啊，做而做，还是为生活而做，啊，还是为使命而做，对，所以你要明白，做而做，你只是做了它就算了，你就会为生活而做，你是为生活，但是如果为一些精神，为一个使命，为一个兴趣，为一个啊，要让更多人啊吃到好吃的那些的话而做的话。那么你就 improve 你的，你就会提升你的。现在这个状况通常是为生活而做了啊。当然，如果你会说，哎，要成为啊 the best nice lemon in the town， 哇，那个使命去做，那个梦那个目标去做就不同了。来，帅哥米奇唱道歌给你听啊，抓一只栗子鸡啊，跑掉一只姜鸭，哈哈哈，欠人家姜鸭。来，我们直接来炸这个鱼头啊。哎呦，慢慢来，来表弟，请问那个气压锅一次可以放几粒种子？价钱多少钱？798那个价钱798块啊，这个气压锅啊、嗯，可以放几粒？大概20粒啊，看你的大小粒啊，大小粒啊，我们的是 standard size 啊，20粒左右啊。啊，表弟有你真好啊，可以介绍一些客家菜色吗？客家菜色我们目前有做过客家炸肉啊，还有。客家的那个擂茶、啊，还有莫斯客家的，客家上板子，上板子啊，也有做过啊。哎，表弟可以教冷盘吗？冷盘有做过啊，1月1号啊。哎，大家下午好啊，米奇，你有求必应啊，祝福你三杯啊，我们福气满满啊，三杯鸡啊，三杯鱼啊。三杯鸡的原理就是把三杯鸡的配料放在鱼头上啊，就是这样简单。
昨天煮表弟的江南面好好吃哦，谢谢表弟的分享。还没有做那个永南包啊，羊腩包，羊腩包可以啊，要去买到，可是买不到，还没有买到食材。来，谢谢表弟，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生哲理啊。感恩感恩，谢谢。我们要炸到它脆啊，炸到它。最重要是辣椒和椰浆饭啊，对，苏维拉的辣椒和椰浆饭不错的啊，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啊。辣椒，它的辣椒真的啊，那个简单啊，又辣椒是甜的啊。OK， 这个米酒，来，三杯鸡的定义就是三杯酒的意思啊。三杯酱，三杯酱不是三杯酒啊。妈咪有冰桶哦。来，不是那个冷盘啊，酱是什么冷盘？来，这个是白米酒还是什么？白米酒。OK， 来，白米酒。多少？你可以放，你要更浓味的话，你放三汤匙啦、啊。三个汤匙的白米酒啊。我们这个放海边的，这个二十度不错，很香的啊。OK， 来，白米酒。几时要炒咸蛋豆芽炒饭啊？哎，有这样的东西啊？来，三个汤匙的白米酒。三个汤匙的麻油。三个汤匙的麻油，应该差容易记啊。好，麻油三个汤匙来，你其实讲得很好，来谢谢来。气压锅是哪里制造的 ？Made in Malaysia， 它的那个钢铁的质量啊，全部都是日本的。日本，我们是日本 OEM 本地的牌子啊，这个是卖给日本人的。OK， 厂是在马来西亚。Hello, good evening. I'm late. I watch your show every day and learn a lot from your cooking. Thank you, support 啊。谢谢。哎，我们再第三杯。哎，我今天煮那个柠檬虾，哇 ，taste very good 啊 ，Thank you 啊。给一个汤匙的蚝油一个汤匙，可以叫潮州光酱啊。光枪是吗？光枪啊，就是那个板棺叉 啊，不懂关什么，啊，不是很会了。现在有人讲过了，我忘记了那个。哎，想请问一下，为什么我炸鱼肉的时候那个啊油会变成泡？来，酱油啊，酱油蚝油一杯啊。哎，酱油蚝油啊。酱油我不要放那么多钱，因为蚝油一个汤匙啊，刚才。这个酱青多少？半汤匙。半个汤匙的酱青，一个汤匙的蚝油啊。来，有粉丝问啊，为什么啊，他炸那个鱼啊，鱼肉的时候啊，那个油为什么会变成泡？这也是泡啊，有水分就一定有泡、啊。我知道为什么炸鱼会泡啊，鱼在水里一定会噜噜噜噜噜噜。不是啊。啊，它要活动啊。很冷啊。啊，不冷。没有，它水分有水分一些，那水分啊。鱼。水分一些，哎呦，哎呦，直接喷到我眼角啊。因为它。里面有冰啊，刚才还没有解冻到完。现在炸鱼头的锅多少钱？还没有来，还没有定价啊。但是会贵过他用的黑金钢锅啊。哦，这个锅是好锅来的。来，醋酒席上菜一样，冷盘啊。哦，冷盘，我们是人热盘做过了啊。人热盘有做过一月一号，他讲不是那种哦。你要全部冷的啊。那就是人热盘。来，请问这个酱汁可以煮三杯鸡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我是三杯鸡的人，你煮啊。好啊，今天煮的表弟最拿手的菜，古老肉啊，超好味啊！感恩表弟的教导。Hello， 我来了，来 ，Thank you 啊 ，Welcome 啊。来，请表弟教咸蛋虾炒饭。哇，咸蛋炒饭啊，我一想到就很好吃了。来，表弟三杯鱼啊，可以用石斑鱼的肉煮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来，这个冰汤，五十克的冰汤啊，他的眼睛就是那个计算那个 gram 啊。汤匙了，表弟的汤匙和我们的汤匙不一样呢，表弟的比较就是汤匙比较大，汤匙的分量是最小啦。你可以煮掉炸干啊，炸干汤匙啊。With chili bowl， 哇，那个不带虾，好吃哎。咸鱼炒饭。和一般的炒饭啊，没有分别啊。你的咸鱼不够味啊，我觉得，是啊，咸鱼炒饭要很搞啊，那个咸鱼味啊，才会有分别啊。
你其实可以叫表弟炒那个衣服面吗？衣服面喜欢吃，但是不会炒啊。潮州光酱，光酱。来，我们姜了啊、哦，姜蒜米啊，来姜片和蒜米啊，蒜米好几瓣啊，冬至啊，切片啊。我慢一会倒下去。来爆香先啊！来，首先第一杯麻油啊，这个麻油三个汤匙啦、啊，放进去先。这是什么？冰糖50克吗？他的眼睛测试到是50克吗？来，把生潮州粥啊，哎，潮州粥很好吃哎，要煮很，你可以煮适量的那个配料吗？啊，早一天煮适量的配料，来煮潮州粥。冰就没有。啊，简单的啦，要快的。请问这个锅用铁铲不怕挂花吗？这个超级耐啊，这个啊，它的它是那个合金骨啊，可以用那个铁铲啊。是，这个很声音很大声啊。来，12分钟了，来谢谢啊、，Thank you， 来。关火。哎，我在玩什么啊？玩什么？你是在问我在玩什么？我们在煮着那个鱼头啊。气压锅是用什么干的？要怎么下单啊？来，气压锅用什么杠？日本杠来了，日本钢铁啊！想下单啊，你私信我们啊，修，私信我们啊。光酱就是芒光啊，芋头、萝卜、花生，花生要煮熟啊。包豆、腐皮啊，真的拿去炸，会吗？要看过就会可以做了。你们可以私信表弟啊。有食谱给我吗？哎，你们要给我食谱哦，我一起学习的，一起。请问表弟，如果没有白米酒，可以用花雕酒来代替吗？啊，就是一定要白米酒哦。米酒你另外别，你不要花，不要放料酒，也不要放花雕，就是放米酒，找米酒。米酒就可以了。啊，米酒可以。来，温香沃，谢谢你75个欣赏。表弟，那 ADD 是什么？冰糖吗？对，我们冰糖演示50克啊。那天煮表弟的咸蛋炒饭很好吃哦。对，你的咸蛋啊咸蛋，要很够味啊。啊，潮州炒粥啊，这油也比较多了，因为刚才的潮州他应该没有试过啊。差不多哦，这个锅会重吗？这个锅蛮重一下，1.8，所以接近1.8公斤啊。那4000的人来，谢谢你们啊。来，我们下来，我们要把骨头放进去了，这个就是3杯鱼头啊。然后我们再把红辣椒。红辣椒、啊、一条到两条左右了。我酒放一半杯就先。来，我们酒分开放啊。半杯可以没有？半杯的酒先啊。OK。然后再把蚝油和酱青放进去。表弟教我们泰国煎蛋啊，看那煎蛋是不是很大搞这样子的？来，谢谢你们常常支持我们啊！来加水。水多少？一点而已。加一点。100ml 的水。啊？100ml 的水。加100ml 的热水啊。100ml 啊。关酱 can refer to meeting 啊 ，cooking show today. Meeting is what？ 来，冰糖有30粒吗？不会算啊，它就是。50g 就是了，大概是50g 吧。啊，请问细子鸡啊，可以用那个气压锅吗？就是用细子可以用气压锅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我们有试过包住细子来焖啊。刚才大米老师才做光姜，所以这是潮州惯常的一种糕啊。糕点啊，糕点，来，这个是，这个不够咸，来放，我们不够咸，我们放酱青啊，酱，这个一汤匙，来，最后呢，我们一个汤匙的酱青啊，这个我们这个，这是什么？九层塔、这个是一定要的、啊，然后最后把那个剩下的酒倒入进去了，你那酱青总共多少？来，拿几杯啊？啊，1汤匙，刚才没有放没？没有，刚才有放，啊。再来，再加一个一汤匙的那个，全部一汤匙，全部一个汤匙啊！来，总共是一个汤匙的酱青啊。甜品啊，如果是讲糕点啊，表弟真的不会啊。
来，请请问这个锅多少 cm？ 这个32 cm 啊？快锅12分钟啊，细火要焖多久？焖到它的钠掉下去啊？你可以如果要快的话，你就是用冷水来冲一下。重复的菜我也是受益不浅啊，这个三道菜没有重复啊，新菜的啊，这三道啊，这个很香哎、欸。嗯，这个你要吃的时候再去，要吃的时候再去滚一滚它、哦。滚一滚啊！啊，来三杯鱼没有放九层塔吗？放了，放了，我们放了九层塔。好 ，OK。来，请师傅教芋头鱼头炉啊，鱼头炉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来，表弟用的是什么鱼头啊？可以用其他的鱼头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用红鱼。我们这个是石斑鱼，我们用石斑。啊，是吧？石斑鱼、红鱼、马腰鱼都可以。来，等一下直播，等一下看直播，抱歉啊，要忙了。来，没有关系啊，等一下你看重播啊。走啊。Vicky, can repeat the three ingredients of the fish has sauce or not? 哎呦 I can't remember 啊。三杯鸡哦。啊，来。OK， 一汤匙蚝油，啊、一汤匙酱青。啊，一汤匙酱青。OK。那么，冰糖50克。OK。麻油3汤匙。好。料酒3汤匙，这个叫米酒料3汤匙。啊。那么放100 ml 的水。3汤匙的白米酒啊，不是料酒啊，兄弟啊。白米酒。白米酒啊。OK。来、啊，现在煮三杯鱼吗？对呀、啊，煮完了、嗯。那天的阿桑拉萨是几人份的？那么久了，阿桑拉萨还记得到吗？阿桑拉萨啊，阿桑拉萨，咖喱拉萨，阿桑拉萨。咖喱拉萨啦，应该是。咖喱拉萨，其实那边水分太多了了。啊，过后的是我，你跟着我那边写了就啊，超过10个人去了。超过10个人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就要煮这个，这个就是醋溜啊，醋溜是醋，就是醋啊。醋溜啊！啊，醋溜是我们有腊肠哎，还有青葱条啊，还有蒜米切碎啊。表弟阿那个阿三拉萨、啊、煮了可以放雪柜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嗯、那个酱可以放雪柜啊。酱可以给谁啊？可以看一下米兰酒啊，什么叫米兰酒？我们的是白酒，白酒啦，是啊，你是这个吗？白米酒的啊、嗯，我们是白米酒啊。OK， 这是米酒来的吗？20%的那个。料酒啊，更香啊！来，我们看看一下这里，哦，这里是红色沙包，很美啊。表弟有煮过适当的辣汤吗？辣汤啊，辣汤就是那个胡椒汤是吧？胡椒汤来的。他之前有做过啊，猪那个胡椒汤有煮过，猪肚汤啊还是煮。表弟可以教潮州猪脚冻吗？昨天煮的表弟的海鲜泡饭好吃啊！谢谢啊，哎，海鲜泡饭很好吃，你们一定要学海鲜泡饭，真的。如果你可以买到李咕嘟的那个喇喇汤底啊，那个字不要丢掉啊！哇，那个汤底就有那腥味，鲜美啊！啊，那么你一定要放什么？你一定要有一个海鲜酱料，还要还有一个啊，这两个啊，这两个鱼露嗯。这两个是提鲜。当然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放花雕酒。今天我有，放花雕酒也是很好。OK， 这个是煮那个海鲜拌饭啊，拌饭的啊。OK， 这三个下去，你就味道就不同了啊、哦。来，表弟。啊，现在我要炒这菜啊。三杯鸡好吃的。今天不是煮哈三杯鸡，我们是三杯鱼头啊。表弟有煮过砂锅鱼头吗？有。你可以跟他拿视频啊。来，我们。来下油，热锅下油啊。阿桑拉萨，其实菜肴、哦、我们这种摆菜肴、哦，我建议你们可以炒两次，两分两次炒。上次你煮了阿桑拉萨给几个人吃？那个分量？超过10，应该10个人。十个人都没问题啊。你整个人呐、啊，那你们的。来，我们把那个白菜啊，这叫白菜是吧？啊，白菜。这里多少白菜？这里差不多300多克。来，300多克的白菜啊，切碎啊。表弟所吃的那些工业与咖喱干冰，他不会煮马来菜啦，他很差的，对马来菜。来，鱼头需要提前腌制吗？要，刚才有腌制。有。爆香了啊！来，李琦，请问这个锅多重？多少 cm？ 这个锅呢，1.8公斤啊，32 cm。
孑然而五千钟啊，我们这里超多钟啊。白菜啊，我两轮啊，都已经没了。OK， 我稍微第一轮炒一下。是九层塔吗？叶子，对，我们是九层塔的。感谢表弟教导三杯鱼头啊，我又有多一个煮法。鱼头我每次煮成咖喱和鱼头米粉罢了。今天可以试下来三杯鱼头啊。来下一点油啊，所以我们在炒啊。要水分，要配那些油。请问我煮的排骨汤啊，为什么那个肉会比较硬？你可以放那个苏打粉啊。苏打粉。啊，放一小茶匙的苏打粉啊。你要腌的时候，你要放苏打粉。我们爆虾米啊。爆虾米啊，说大你就要放点水啊。嗯，所以我们这个套菜呢，我们有放这个腊肠，那么青葱啊。OK， 所以我们先爆虾米，可以煮海鲜炒粥吗？炒粥会吗？茶不啊。青色叶是什么？九层塔啊。来，可以来炒包菜可以吗？用来炒包菜。可以啊，爷啊，包菜也可以这样炒。炒两轮啊，分两次炒啊，把花青汤分两次炒的包菜啊或者白菜啊，分两次炒，特别炒得够火了。来 ，Sorry, what type of fish is that? 石斑啊 ，grouper 啊。你可以用红鱼啊，你也可以用马鞘鱼啊。Grouper。你可以用那个非洲鱼都可以啊，非洲鱼都可以啊。表弟 ，Can you teach how to make the 烤鲜瘦肉啊？烤鲜。高鲜小肉啊，小肉啊，高鲜小肉啊，是不是？表弟会煮很多菜了，已经很厉害了。哎，谢谢啊，过千多道菜啊，不是这么简单啊。来，还在想，我用白米醋煮了就没有这么黑，放黑醋了就比较黑。OK， 我们不放黑醋啊，白米醋啊，它的菜色就不会这样黑啊。白米醋两个汤匙。来炒这个包菜是吧？这什么菜？白菜是吧？白菜，你们可以用包菜啊。两个汤匙的白米醋啊。表弟 ，Can you teach 的芋头糕？芋头糕有做过啊？你可以跟他拿令啊。你那种煎那种啊，那个虾米啊，一定很多泡哦。要水分吗？都是有水分才是这样的。你不要说，哎，怎么会有这样泡泡呢？不是，有粉丝问我，哎，怎么我煮菜你的锅不好啊？煮到怎么很多泡？不是锅不好，你煮海鲜类的。你水分，那个水分全部泡来了，哪水分来了啊？那放点盐啊，就有盐分啊。放点盐分，我们就有盐分了。来煮什么？我们煮白菜啊，现在。我买的海鲜肉骨茶，今天收到了，明天要煮表弟教的肉骨茶，哎，可以尝试哦，超简单啊。我们这葱头也放下去。哎，这个是。葱白啊，葱白，我们再加那个腊肠啊，腊肠你要几多你喜欢啊？一条这里一条。OK， 蒜米，你也可以，其实你可以放，其实是放那个火腿的啊，但是没有火腿的嘛，就哦，今天没有去买菜了，我今天没有买菜，我想到要去买，特地去买个火腿，一包白菜就是在雪柜了嘛，我在雪柜的白菜说，哎呀。这个有一粒小小粒的白菜不吃又坏了。哦，用火腿有点浪费啊，这样煮。来，表弟像小叮当一样啊，什么都会煮啊。OK 了，我们都是有的学啊。OK， 来，我们现在是腊肠。哎，最近有白，最近我一个粉丝，我的粉丝就送我有200多本食谱，哇，摇得牌啊。慢慢看啊。慢慢看，慢慢找一些资料，找一些经典菜出来。来爆香啊！爆香啊！爆香的话，我们爆香了，我们这个再重新再倒下去。来，我们放入我们白菜啊。哎，米奇周末那个 Instagram 那边开不到视频，只看到文字和照片啊。Instagram 它不能给 link 啊，这个是 Instagram 的特色啊。你就算放 link 下去，它也不给你 link 去其他的平台的啊。所以你要一个字一个字，注字这样写啊。你的话，你就是写它的那个 title 啊。你去 YouTube， 你打表弟的那个呆字就可以了。零零过50个欣赏，谢谢你啊。谢谢零零。来，我们放酱油啊。OK 来。但是我还有点有颜色啦，放酱油，我放海鲜酱油啊。表弟煮一道
味淋鸡啊，味淋鸡是什么？味淋是那个日本菜呢。来，我们酱青多少？啊，酱青你放多少？一汤匙。一个汤匙的酱青啊，我们选择用海鲜酱青啊。酱油一个汤匙。一汤匙的茶。啊？一汤匙的茶。一茶匙还是？一茶匙的糖。一个茶匙的糖啊。一茶匙的鸡精粉。一个茶匙的鸡精粉。嗯，青白菜加入火腿肉，干杯一起煮，也是可以吃啊。哎，青葱切断了，我们放进去啊。出来一个。哎，不要少把它的酱料给去掉了，拿去洗掉了。Okay. Can put the sauces啊 ，put prawn can or not？ 可以放那个 sauces 还有那个虾吗？对 ，sauces 啊。啊。sauces 那没有那个味道啊，你放 Chinese sauces 啊，你一定要腊肠啊。腊肠。或者是你放那个火腿啊 ，OK， 虾肉你可以这样。来，我们这里煮了汤汁了。哦，两汤匙的个白米。白米醋，我们加一点水。白米醋啊，白米酒还是白米醋？白米醋。白米醋。OK， 来，白米醋两个汤匙，加一点水啊。白米醋啊，刚才他有放啊，被比较少，拿去洗了。表弟煮的开心，我们看的开心啊，谢谢啊。来，我们放一汤匙的。马铃薯粉一个汤匙啊。来，锅有卖吗？这个还没有啊，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来，为什么我找不到阿桑拉烧的食谱啊？你私信表弟啊，拿食谱啊。我们最后哦，滚了，我们最后水倒下去，用云霄白煮比较好吃啊。来，就是整倒入一点的那个汁啊。味淋鸡是广东菜式啊，广东式啊，有听过吗？他没有听过嘞，有没有那些精良食谱可以给他参考一下？可以的话，你可以私信拿。表弟，你煮菜好快啊！啊，这水箱我没有放到完啊。啊，你慢慢放啊水。表弟，你煮菜好快，我好喜欢看你煮啊，加油，谢谢。来，公开分享了，来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老婆会不会吃？很会吃醋啊，有哪个女性不吃醋的呢？不吃醋的话就不爱你啊。以前餐厅酒席啊，加入火腿肉啊，干杯一起，真金白菜啊，白菜锅啊，那是真的啊。来，表弟有代理海天料理吗？做生意用啊。可以联络我啊，你可以私信他啊，我要给你海天的电话号码，你啊，威慑你要代理的啊。谁要代理海天的酱料，你们可以联络我啊。对，哎，这样大家可以做一点生意啊。对啊，你做海天酱料，很多人要找的。但是还是要给本钱的。那当然了，他们是，好像你们有开杂货店啊？真的，你找我啊？如果现场的粉丝有做小生意的，好像开一点 mini market 啊，还是什么啊？或者是大型的？因为海天酱料外面有很多第三方的酱料进来，第三方的酱料进来，很多时候中国带进来的，他们带进来，第一次他们的那个保鲜期不这么长，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做那种小生意，你可以联络表弟啊。好热，好热，真的很热，真是汗了，现在。啊。OK， 我们几乎最后一道菜啊，栗子鸡啊，栗子鸡煮好了还要再炒一下。今天好快啊，就是要那么快啊，那么久怎么办？我脚很酸啊，我那种体重啊，过百的人啊，站一个小时都别大喊、啊。你不是99吗？啊，刚刚过100啊。可以用包菜煮白米醋加辣椒干炒，哎呀，好吃啊，这个也是好吃啊。啊，之前也是有煮过辣椒干的，还有煮过。那个这种啊，白菜啊之类的、啊，你放什么都好吃啊。放虾米啊，放腊肠啊，放辣椒干都好吃哎。哎，Nana Kim，Thank you 啊。但是他是要阿桑拉萨，你先咖喱拉萨给他，不要啊。哎，我们的气压锅好了，来，所以我们来开一下。哎，我也是吃进来了，没有关系啊，最重要有到啊。哇，来都鸡盖了这个，哇香气啊，
哇，冷淡酱料辣椒酱，你有没有兴趣？你是卖酱的是吧？你可以私信表弟啊。来，怎样联络啊？来，表嫂拿电话来，我教大家怎样联络啊。没有冷气吗？厨房没有放冷气吧？我们厨房是热的。米奇，你的脚完全康复吗？那时候新年的伤，微微的痛啊，但是不怎么痛了吧？还是有微痛啊，但是不会说很痛啊。OK， 来，江联络表弟啊，你来他的这个啊面子书啊，他的配置啊，表弟好主意的配置啊。你看到蓝色这里不是有一个写发送信息的，你按下去就可以了。英文版它是写 send message 啊。OK， 你按进去，你跟他讲我要了解那个海天的代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是的，因为他来还的时候，来米奇跟一百有缘啊！今天米奇刚过一百，昨天99。OK， 这个皮啊，刚才不小心。来，我讲的话你不要太过认真啊！这么皮这么会跳上来的，没有脱掉了啊。拿出来的是 OK 了，不要看到皮了。请问买了海天的冰梅酱，请问表弟可以煮什么菜了啊？冰梅酱，酸甜汁啊，酸甜鱼咯，也可以做那个啊，我们的那个排骨王酱也可以啊，古老肉酱也可以啊，你可以都会放冰糖啊，哎，不是，说的酸梅啊，冰梅酱啊，来加入少许的水，多少？多少点？全部要，其实你到最后的时候，你要有差不多有600。600ml 的水。OK， 总共啊要600ml 的水啊。最后500到600了。我要煮表弟教的阿萨拉萨麦啊，没有钱用了。可以啊，你私信表弟啊，好不好？来，表弟老师，请问，可以教那个滑蛋苦瓜吗？啊、差不多像鱼翅一样啊。哇！哎呦，我超爱啊！来，米奇给100分，给100星星啊，谢谢你，来，谢谢你，来年。谢谢炒菜是生铁锅吗？啊，是哎呦，啊，算是生铁锅的一种。它属于那一类型的啊。海天料啊，海天料 NSK 有卖啊，啊 ，NSK 是第三方的，不是表弟这里的代理的、啊啊。不是我们的代理的。啊 ，NSK 卖的酱料是第三方啊，不是表弟这里的。表弟那位亲啊，带一只要掉下来了，性感呐、啊，要拿扣针扣着。有人那个。切下来了啊，半只鸡够吃吗？我家里很少人呢、啊。少人切出来。哎、啊，这鸡啊，基本上这鸡，这鸡还可以炸一下啊，可以冷一点啊，不够冷吗？不够冷、啊。我建议可以2个半小时哦。所以你可以再焖久一点啊。哎，我们最后呢，放一茶匙的鸡精粉下去。来，最后放一茶匙的鸡精粉啊。嗯。放出那个菜是酸的吗？啊，有点带酸，醋溜吗？啊、醋溜，这溜的意思是滑的意思啊，所以、okay. 醋是最后才放的。来，米奇，我比你重呢。之前酒店的厨师啊，来料酒一个汤匙啊。来，我们马铃薯粉勾芡啊。在厨房站整天呢，也不会像你所说的累啊。没有做出工的人是这样子啦，站一点就累了。一茶匙的。OK， 来，刚刚是一个汤匙的料酒，一茶匙的那个啊，我们的芝麻油啊，一茶匙的芝麻油。所以我们来马铃薯粉勾芡啊，勾薄芡。哎 ，today my birthday 嘞！啊，所以 times two birthday also MCO 啊 ，sit at home watch 表弟 cooking 啊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来 ，Sharon Rachel， 祝你生日快乐啊！祝你生日快乐啊 ！Birthday happy 啊！天天开心啊 ！Yes。冰梅酱掺另外一种酱啊，可以做鱼生啊，一起放。就是说，带甜的东西都可以放冰梅酱啊。OK， 我们要给它能够容易的、啊，来浓稠的。很多人生日也是在家里做啊，因为 MCO 两次遇到。这个是另一类型的垃圾盖啊我！我很庆幸啊，我两次可以在外面庆祝啊。另一类型的垃圾盖啊 ！So happy got chestnut chicken to eat 了。可以2个半小时啊，你可以焖一下，焖久一点，给它鸡软啊，鸡不怕软啊。但是鸡太软也不好吃啊。这个要软，很香，这个鱼很香。OK， 来，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鱼啊。鱼很香啊，等下我。这个是鱼头啊，它是配三杯鸡的那个味道啊。对，你用三杯鸡的这个酱煮下去。Three cup sauce。嗯。
可以这样讲啊。OK， 来这个我们的醋溜，简单又好吃啊。我试一下，我没有吃到那味道，我是。Andy， 谢谢100个欣赏。谢谢 Anna， 谢谢。哎，好吃啊。嗯。不能走，你不能沾自己了，不能沾自己。很奇怪哦，那醋我醋不放不多哦，但那个醋哦，很滑啊，很难讲哦。你们试试下。很难讲，你应该喂我吃。来，给来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栗子盖啊，栗子鸡啊。OK。来，Mickey。OK， 来，啊，喂我吃啊。今天的菜色一定很贵吧？不错。啊，有。它是带酸。啊，好像吃咸菜这样的感觉，但是它又不是酸到那，它也不会太咸，啊、也不会太酸，啊、它很可能酸菜这样、啊，很舒服，真的很舒服，你吃了很想再吃到第二。我担心啊，开胃菜啊，很适合，想要再开这其实它的我其实两汤匙我们还倒一点点，剩下一点点了，因为刚才、因为我分两次炒嘛，分两次炒它没有水分啊，水分流走了嘛。我觉得你配一下那个腊肠更哇更够力。如果你配那个配 ham 啊，或者是那个火腿啊，其实今天的菜不会说很贵啊，好像鱼头很便宜的东西的，鱼头是很便宜的，外面有卖 啊，因为鸡是宝康鸡 sponsor 啦，鱼头是你孤独啊，你孤独 sponsor 啦，菜是比较少 sponsor 啦，啊，OK， 真的是很感谢啊、当然你可以说，哎，可以跟着我这样煮了个辣鸡盖。当然你可以说，哎，我不要跟表弟这样煮，你就是用斩一块一块啊，像焖冬菇焖鸡这样的、啊、辣鸡放下去，冬菇焖鸡这样，辣鸡焖鸡咯。好、那个是比较容易简单煮。来，土木肉、这个是属于一个我们说酒楼的菜式，叫辣鸡栗子鸭啊，栗子鸭的做法做出来了。来 ，tomorrow fried 冬粉 can 冬粉啊，炒冬粉。炒冬粉。啊。刚才我想要做什么？你做那个烧鸡 啊，人家要做小饭了。做小饭烧鸡、烧鸡我们都有做过了。来，我明天再做过一次烧鸡。可以分享今天的菜色的价格吗？我不懂，我买，这个宝康鸡半只都要它的鸡翅半只要十多块了。十多块啦、十多块半只。那么鱼头这个鱼头当然你要三十块哦。你当然了，你就是你可以煮一道菜啦，煮一道菜就是省了哈。对。OK。啊，其实你看你啊，煮菜的可以很省的煮啊、当然不一定要用很好的料，但是我过去这么多来煮了千多道菜的话，你说要煮三道菜三十块吗？找得到了啊，自己慢慢好吗？对，你一个青菜，一个鸡蛋，一个豆腐，青菜、鸡蛋、豆腐，来来去去炒不到三十块，不要怕酱料不想讲啊，来来去炒跑不出那个三十块的，每天青菜、豆腐、鸡蛋，OK， 是有营养的啊。Sometimes your recipe not in increase 啊、，Can you give please keep the in increase？Sometimes 啊，为什么没有 increase 呢？是因为我还没有 translate 啊，所以我是 after 过后来做 translate 啊。刚刚写上去它，你可以 check tomorrow 吧。第二天呢、第二天就比较准了啊。OK。啊，最后还是感谢大家的点赞分享。让我们明天烧鸡。烧鸡饭。啊。要做烧鸡，还要烧鸡饭啊。直接做整套的那个烧鸡饭。Okay, 一系列了，我们说烧鸡。辣椒。烧鸡。辣椒我已经做了了，烧鸡、辣椒、鸡饭明天我只是做一个，还有煲汤，鸡饭的汤，鸡饭汤就鸡骨放下去滚一下，很多人不会吗？哎呀，这个鸡骨放在滚汤可以吗？可以来，他不要做 我们做烧鸡啊，所以意思是说明天我要买两只鸡明天我用的鸡不是煲汤鸡，因为烧鸡我要就是去显出比较漂亮的，不是漂亮，比较小只的，太大只的鸡就不好吃。烧鸡、okay. 白斩鸡就要求大一点了。烧鸡不要太，一般上找跑母鸡，雌的雄性的公鸡就比较肉比较硬一点建议买雌。好，那最后明天我们说就决定了，明天烧鸡饭。OK， 谢谢大家。啊、好。拜拜，谢谢你们，明天见。明天见，拜。